寻找最奇幻的生物，最原始的生态。华鹿米团队第一次踏上非洲的领土，来到动物的天堂马达加斯加。这里不仅有振翅惊悚的反派角色，还有粉碎星球的猴面包树与蜥蜴界的伪装大师。今天就让我们先来认识独一无二的可爱狐猴，赶快跟着我们一起练习马达加斯加限定。马达加斯加最大的狐猴竟然长得像可爱的泰迪熊。截至目前为止，这是我走过最好最平顺的一条国家公路，你看看沿路都是柏油，开车开起来完全没有颠簸的感觉。就算路比较好走，抵达当地还是天黑了，只好明天起个大早再去寻找大狐猴咯。没想到一大早是大狐猴叫我们起床的。叫什么？可能是，一定是一种沟通啊，但是不确定它详细什么讯息。嗯，所以是一只听到人家叫之后呢，其他只会跟着叫。因为现在远处也有人在跟他呼应他，不同群的。嗯，这种很高的那种，然后很响亮啊，好像一个号角的吗？大狐猴的叫声非常特殊，用此来宣示他们的领域。跟着叫声追寻他们的身影，只是我们才刚到，他们又要走了。啊，又走了！哎，动动动！哎呀，跳回来了！哎呀，哎，崇伟，这个鹰嘴为什么它的感觉很没定性？它很爱一直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。它不会像我们之前看到狐猴，它比较稳定一点。在这个早上的时候，他们一开始出来这个之前，第一件事就是一直吃东西，所以它就是围绕着它的领域，就是一直采食各种果实或是嫩叶来吃。其实对它来说，它唰有移动的声音，但是呢，就只能远远隐隐约约的看到它的身影。然后好不容易我们赶到了那边，它马上咚咚咚咚咚又跳走。追大狐猴啊，真是辛苦。还好他们终于感受到我们的呼唤，愿意赏光停了一下。这时候我发现他们有个明显的特征呢。现在比较能够近距离观察它，我觉得它跟我们之前看到狐猴有一个很大不同，它尾巴很短，尾巴很短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大狐猴不但是现存狐猴中体型最大的，也因为短短的尾巴，又叫做短尾狐猴。除此之外，马达加斯加人又给了他另外一个名字，那就是 Indri。 Indri 是因为一开始发现短尾狐猴的西方科学家，他请了一个马达加斯加当地人当作他的向导，然后那个向导走到森林跟他说 Indri， 那个是马达加斯加人的话，其实 Indri 这个意思就是看那边，他可以说Indri 他在这 Indri， 但是那个人以为他就叫这只动物叫 Indri， 就用这个话来命名这个 Indri。 哦，好妙哦，不见了，我不见了，也要去找他了。大狐猴目前野外的数量只有大约300多只，我真心期望可爱的大狐猴的数量能够越来越多。跟到，跟到，这边好。啊，这里再好再。终于跟到了，你可以看清楚一点。1、2、3、4、5。真的耶，狐猴真的都是这样群居的，对不对？他们虽然群居，但是其实Indri 啊，他们其实是一夫一妻制的。哦，对，一夫一妻，是好几对住在一起这样子。所以跟其他的狐猴比较不一样，有一点不一样。对，那除非说他的伴侣死掉或怎么样，他才会再找新的。哦，那这样子算很专情的，对不对？厉害。